假装没看见大舅哥在车上。媳妇儿，站着干啥呀？进来呀！啊，你抽烟没被你哥又抓了吗？我啥时候抽烟了？你抽烟也能抽断片啊？我没抽烟，我就再没抽过烟了。不是你嘴咋的？你抽歪了？你咋的了？我没事儿。啊，哎，那咱哥不知道是你告诉嫂子他去塑料店的吗？我啥时候说了？你看，就咱俩，你有啥不承认的？我没说呀，我能背叛我哥吗？那是我亲哥，我能背叛我哥吗？真的，你全身上下就你这个嘴最硬的。我真没说。那我给你回忆一下子啊，就那天哥给咱俩打电话说，嫂子如果问咱俩，就说哥在咱这儿呢。你回头挂电话就给嫂子打电话，就说哥去足疗店了，是不是你？是，但是那不是你领嫂子去的吗？那不是你让我带她去的吗？我让你带她去你就带她去，我让你死你死不死啊？你能少说两句吗？行，那你想吃啥呀？我带你去。你能不能长点心呢？哥叫咱俩去吃饭，你忘了？我没忘啊，那也不得先去饭店吃完饭的吗？去饭店。吃啥吃啊？你看你，那你不说嫂子做饭难吃，那每回咱俩都先去饭店吃饱了再去的，你忘了？我啥时候说嫂子做饭难吃？你这么能瞎说？那我再给你回忆一下，就上回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。你嫂子对你这么好，你嫌嫂子做饭难吃是不是？麦哥，你在呀？啊！哎呀，你看我这嘴长得像我咋回事似的？那哥，那不行，那我先走了，完你俩唠吧。哥，你听我说，我听你说什么呀？我他妈是不是好像是没？我是不是好像是没说你啊？哎呦我！